最具人气组合，请看大屏幕。他们是乐华娱乐倾力打造的优质偶像男团，新人凭借各自不同的魅力和专业实力，收获大众喜爱。2018年推出首张音乐专辑，主打歌《Wait a Minute》MV 在微博首发，播放量累计超过2000万，转评赞过千万，因广大粉丝为之疯狂打 call。亚洲新歌榜2018年度盛典，最具人气组合，乐华七子 Next。有请荣誉获得者乐华七子 Next， 恭喜！乐华七子 Next 在音乐成长的道路上，真挚勇敢，积极探索，不断尝试不同音乐风格及主题，年轻向上，活力青春，全面展现了七位少年的音乐魅力与特质，恭喜！同时也再次的有请我们的易总为他们颁发荣誉。我绝对相信在这个环节，易总绝对是不知道他以一位女性的身份独自在这里颁奖。我们也有请易总站到 C 位和我们的乐华西子 Next 来合影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站到台前一点哈，不然怕麦克风会挡住你们帅气的身影。谢谢，也再次的恭喜我们的乐华七子 Next。 我们先合影再聊感想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有很多人非常妒忌易总现在的位置啊。我刚看到你好像要冲上去。哎，别，你拉住我了。谢谢易总。来，我们请乐华七子 Next 派代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Next 的，感谢亚洲新歌榜给了我们这个奖，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体拿到的第一个奖，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。首先要感谢主办方，感谢我们的公司，感谢我们的杜总，感谢我们的家人，也感谢一直支持我们的人。这个奖项不仅仅属于我们，也属于一直支持我们的你们。未来我们会更加努力，让我们变得更加的优秀。谢谢大家。谢谢，再次的恭喜，谢谢，再次用最热烈掌声和尖叫声恭喜我们的乐华七子 Next， 恭喜！请台下休息一下，谢谢，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那么精彩的开场。我觉得要给这些少年们更多的关心，更多的鼓励，让他们更勇敢的做自己，可以让他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做到最棒、最出色。